新神榜杨戬的片尾曲《听风吟》有着一种类似童谣的温暖。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是由为影片创作配乐的作曲家郭好为自己献声演唱的。我喜欢去林间等待风吹起树叶，站在风里唱给你听。天香，这是你家。风是你的笑意，跳下莲花峰前，让我把这发生给我哥哥。孩子就拜托你。主题，影片的主题在最后的那个片尾曲的间奏，我们也再次做了呼应。因为到了最后，杨戬包括沉香，他也发现，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完满的结束，你需要和这个世界和解，你需要和自己和解，你需要和自己的各种情感和解。你在前面刚催完泪，刚难过，刚哭完，所以在最后，用一首相对温暖的歌曲，让观众有一种共情。观众也和杨戬沉香一起去和自己内心和解，然后达到了情感上的共鸣。一开始我就是唱一个代唱，但是后来可能片方也听习惯了，导演也听习惯了，然后觉得就是我的嗓音还比较适合这种相对来说温暖一点的这种表达吧。我和刘雨琦守护的是世界安宁，不是金霞洞，去避开山吧。守护时间。